最好给我洗完，因为这个罐很贵。你要怕这罐冰在冷冻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去挖它。欢迎来到二十七度公寓的频道，我是五毛爸，我是五毛妈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，记得先帮我按订阅哦。二七的粉丝们在观看影片的同时，爱给帮我点卡去接赞哟。那各位的留言与按赞都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哦。没错，同时在我们资讯栏的下方有爱用网站的连结，喜欢的人可以点过去看一看咯。不得了了，今天是全年的新品啊。嗯，夏天就是要吃冰，没错，迫不及待赶快来开箱啦，不免激动啦， Let's go。这一道是爱滋味咖喱豆腐，52元，250公克，26.78大卡哟。阿娘哎，这一道看起来超好吃的啦！这一次看到爱滋味联名日本咖喱名店 Coco 一番屋，真的蛮惊讶的。然后呢，粉丝又跟我说全年已经有在卖了，我就立马跑去买啦。哦，这一款跟它原本的麻婆豆腐一样，可以直接吃或者是加热吃。那我今天肯定有加热，而且我看到咖喱的时候，马上就想到要做一个欧姆蛋，整个就升级了。哦，你做的真的很好吃，欧姆蛋的颜色看起来好漂亮，而且那个湿润感啊，从画面上看起来刚刚好。没就餐厅走出来，赶快。哦，好爽。它豆腐是大块的哦，你给小姐这一道呢，跟之前的麻婆豆腐一样，都是用植物肉豆腐呢，吃起来都是非常的软绵，它不是硬的哦，它是软的。那有一些人我听说喜欢把它剁碎碎的吃，我个人是喜欢块状的吃。Me too， 我也觉得就整块吃才有吃豆腐的口感。嗯，口味的部分呢，它跟原本的其实很接近，都是偏重口味，但是拿来拌饭真的是刚刚好，辣度不太重大。这一次的咖喱味其实还蛮明显的，有出乎我意料的不棒。那它吃起来是没有罐头的味道，大家有空在家里自己做一个欧姆蛋的感觉，加上这一个罐头很搭。很多商品的 DIY 之后，就让你变得很有高级感，而且仪式感。没错，那这一道我们就推推。这一道是清源柠檬爱玉，49元三入，平均一入16.33元，130公克，64.5大卡哟。清源呢、欸？对啊，它怎么不出芋头的？对啊，我觉得它芋头超好吃的、喔。嗯，这样一条里面是有三个固形体，大小直径8公分，高4公分。它不溜的呢？嗯，短的嘞。好清澈哦，嗯，这一款很适合夏天来当小甜点，而且重点是不甜呢、欸，对，不甜也不酸，然后就是一个柠檬爱玉的果冻，对，嗯，但是你不要期盼它的柠檬味很重，没有，神秘啊神秘，拜拜。但是我觉得它本身的柠檬味应该要再重一点，嗯，我吃起来它就是一个果冻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微推好了，嗯。推推，这道是宝罗熊曲奇饼香草冰淇淋，150元三入，平均一入50元，75公克，231.8大卡哟。北欧知名的冰淇淋哦，有人硬要买这一款。那它的直径呢是8公分，高3公分。等一下，你说它在全家一个卖59元，这样子一个哦？对啊，哦。不便宜哦。它是选用北欧黄金诺龙带的优质乳源，你吃起来有没有觉得那个乳味特别的不一样？优质，嗯。但是我说实在，它真的吃起来还蛮好吃的。它强调不使用人工色素跟香料，哎。它外面这个饼干很像我们在 Subway 哦。Subway 里面的那 cookies， 它因为是冰的，嗯，冰品，所以它是有一点点软软的。通常做成冰品都会变成这样，但它却是好吃的，嗯，外加那个巧克力豆啊，每一个都可以咬到。它的饼干刚刚五毛爸讲的就是一波，其实就烂烂的了。对，它就碎掉了啦，所以入口即化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喜欢它中间香草冰淇淋的表现。哦，真的是优质的乳源，嗯。
那它的甜度是来自于它这个上下的饼干哦，它中间的香草，我觉得它的甜味是适中。它这一款冰淇淋非常有层次感，咬到双起的同时还有饼干，那中间咬咬咬咬咬会突然跑出巧克力豆的脆脆口感，嗯，不错。小花甜啦，所以要家己考虑一下哦。没错没错，但是这款真的不错吃哦，那我们就推开这一道是丹麦 Underground 草莓白巧克力脆片冰淇淋，185元，280公克，272.7大卡哟。有人硬要买，我老爸其实不想让我拿这一罐，但我对他实在是太好奇了，丹麦来的，然后呢？好啦，那在冰箱里面呢，我看到了还有另外两种口味，就是盐味焦糖跟可可黑巧克力。那我拿的草莓口味呢，是国外销售排行榜第一名的，主打低热量的冰淇淋。所以呢，你在看剧的时候，把整桶都挖完也不会有罪恶感。291大卡，其实真的蛮低的。它是以天然的木糖醇去取代比较高热量的砂糖，所以吃起来有卡不低吗？有。上方那个一颗一颗的，它是白巧克力哦。有没有听到？而且有一种酸酸甜甜的，它不是，有点是，他应该不太喜欢。你最好喜欢，因为这罐很贵。冰在冷冻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去挖它。没错。好啦，我认真说啦，这款它不会不好吃，但它非常的平凡，那你就去买草莓冰淇淋就好了。那今天是为了开箱给各位看啦，但是以它的价格来说，它没有对等。对，所以这一款我们就看下一道啦。这一道是阿奇浓杨枝甘露冰沙，45元，290公克，315大卡哟。Let me taste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喜欢选杨枝甘露哦，因为我们喜欢爽亚的味道。还有就是花生芝麻这一类的，就老人家喜欢吃的。我不是哦。清爽，嗯，它有杨枝甘露的果粒哦，是有酸样的果粒哦，嗯，还有一种小小的有嚼劲的，应该是果冻那一类。对，想说这白的是什么？惊喜，吃吃看。我原本以为是香草双起灵而已。对啊，我也是啊。No！啊，好特别哦！我天哪，椰奶的嘞？对，好像椰奶哦。45块钱真的可以买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很可以，很可以。白色的地方占的比较少一点，但它刚好很甜，在综合上面的冰沙唰出来，这样子一起吃，赞啊！真正是盖好家，这一个45块，我觉得很能买，整个层次感非常的丰富，而且一直堆叠上去，真的很棒，嗯，大家可以去买来品尝看看啦。所以这一道我们就推推 ，Wonderful！今天真的吃得很过瘾啊，嗯，没错。那你会再回购商品是什么？爱滋味咖喱豆腐以及阿奇浓的杨枝甘露，一模模一样样，我也是。哎呀 ，Hello！ 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两样的 CP 值真的太高了。没错，那其他的真的是还好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各位分享全年的这些冰品跟新品，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买来尝鲜看看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。那我们每周的3、5日晚上8点都会更新影片，记得收看，记得加入我们社团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没错，在这边跟你们 say goodbye 咯，拜拜。